状况是我们的服务器评论系列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要评论的是《DC 绝播物语》第二系列。反正应该是下礼拜礼拜五会发这部影片，反正你也会知道我这这礼拜录了五部影片，六部加有手机游戏体验。然后再的话，我会直接去录 ARK。啊，我的三寸不烂不烂快死，了，快已经烂掉了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要评论的是《DC 绝梦物语》嘛？我刚我们讲过了吗？没看到，你看到这个这个网址。 我我以我中立的评论来跟你讲啦，很中立哦，我这非常中立的评论来讲，我觉得是抹黑或是陈述事实，我觉得两个都有，但是然后依照他们下面的回复什么的你，我比较支持提出证据的这一方，对，提出证明，而且还有截图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他该有都有了，对。 然后下面这边，下面应该是服主的回复吧？我不确定，因为我真的不太在意这种东西。我都看啊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这些东西，你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，大家互相提出证明干嘛的？你们互相攻击，我没差，我不跟我不在意啊。反正我就觉得你们就很好笑啊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服主那。一。 伺服务器人员那一方比较有比较有趣，你觉得这抹恶意抹黑？我觉得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也是啊。但是有提出证据，还有一大堆的详细说明。但是我觉得这这位大哥他讲的话比较，干跟我一样直白啦。对，跟我跟我一样蛮直白的。但是他讲出很多重点。但这这种这种人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当管理员。管理员管理员就是，但是。 没有没有，不对不对，这样这样讲不太对。是的当是，可以有当关联的必要，但是不够圆滑。你不要觉得说拿出规则去压人家很爽，但是同时规则你定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问题，一定会有人去钻这个漏洞，一定会有拿这些规则去压你。所以说，你要定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完整的东西，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这样讲就好了。反正这些东西我。 应该不会给你们看了，反正是在八上面，好吗？来，八，查特，这里哦、啊，四九，推，干，猛猛，猛啊！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当然是回到第四主梦物语去看一下他东西到底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变化，有没有成长，这是我的重点。懂么？我们要去看人家的系统。 我们要去看人家的规划，我们要去看人家的伺不器的象形力，还有建筑，然后他选单那些，那我会因为这些纷争、这些纠纷，然后影响到我的评价的分数吗？会。依照你们伺不器的性质，还有你们回复的态度跟处事，其实有纳入分数的管理。那这次我变严格了，然后有人洗我的、洗我的推荐，好，我就来评嘛。 我反正要准备要评了，因为我真的快没同事就可以评了。<laughs> 我没有在吐槽自己，看到哈、哦、上面一大堆服务器等的评。好，那我我会给你们时间去做修改嘛？啊，那照个样，对啊，你看这边这個、部分，这个大厅，啊，一样没有变。然后之前这边我记得站一坨玩家，你哎哎，那、欸嗯、就加油站这边。 然后、啊、这边有一些玩家站在这里，呃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免免洗还是 NPC？<laughs> 你们你们是免洗吗？哎，我有点害怕，你们全部挂在这里，我我是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因为挂机然后被传回大厅了、啊。很巧，是被不山什么，那真的扶着扶着家伙有点奇怪。好，那不不管了，我们现在就去那个。 天空岛四五七来，天空岛哈，天空岛哈，天天天空岛哈，要被我劈的五里投地了嘛，我看，哎、欸，这是我拿东西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传，为什么我的头变成 d o g g y 的头？哎，这是我的个人状态，然后返回重生点传送点，快速指令分流。 我要点出个重点问题，传送，传送，指令，传送，赞助投入商店，指令，左侧算指令。来，那请问一下，我我就给你点点这个问题，干什么？这要打 menu？我绑在东西上面哦，有明天可以领 menu 了。妈的，那我白痴哦、喔。有啦，有 m e 可以领，好赞。讚 好，首先呢，第一点，四级个人状态、个人资讯。首先呢，第一点，你个人资讯摆这边 OK。然后你的传送点、传送点、传这原因一定一样是传送点。四部积分流放过来，然后赞助放底下，然后头商店指令手册算是指令部分嘛？你放这一排，指令、指令、指令，或是赞助、赞助、手册、手册。 指令之类的就是赞助手册、赞赞助指令那些链接放在下面这一块，然后四级，应该放到个人装的牌旁边，或放到其他地方。这些东西是要分好类、类别的好吗？OK，OK，okay? Okay?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的 IS 系统来任务，有任任务有做改变，这些我这些我就接受，有给东西。 啊，对对对，看到、哦，看这些东西哦，然后金器奖又怎么出现两个？对啊，OK，可是我觉得他你们的，不是我在钻牛角尖，不是真的不是我在钻牛角尖，我觉得你们的问题在这个。 你看这些东西了吗？这些东西绝对是他妈的一样的东西，内件东西，但是你们的是字体字形没有什么改变，好吧？虽然说有一些东西不一样啦，但是我觉得你们缺乏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们要让他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感觉。我常常玩，我当空岛伺服器，我开那么久，我我也开了快一年一年多了吧。 那时候，那时候我跟我的插电师讲说，很重要一点，就是要有一個循序渐进感觉，要有一套新手任务、新手教学。为什么？他们不会玩呢、啊？你看，当所有人都是一个聪明人哦、喔，智商一百八，然后自己去弄吗？不可能啊！一定要有个新手教学，一定要有带指引引导。这个他们叫做指引跟引导嘛，这只是一些任务挑战，跟你说哦，干一下这些东西。那、啊、其他东西嘞？ 那、啊、你的空岛还是长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要变化嘛！我他妈在沉默的斧子跟你们讲说，我就拿它当当当一个例子，当一个当当一个头头来跟你们讲，要变，要要要变变化性。有啊，你有变化性啊！但是你其实讲重点都是要给玩家一个很重要空间，但你给的东西就是哦这种哦好随便随便给你给你弄弄嘛、啊。 好，然后再看其他东西啊。头上店。干头颅，妈的，我才不在意头颅。你你装家具算的，我觉得你用家具取代头颅，我都觉得比较好一点。不是我爆气，我真觉得你们用的东西很奇怪。你们要跟玩家沟通一下？看，我先打个字问你们要，要要不要？有没有玩家有没有沟通过？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之类的？没，一定有啊。 如果我现在问说，哎、欸，你们投入换家具怎么样？干一定都人说好啊，家具比投入好看多了。投入放干嘛？投入充太少，不能干嘛？来，我来看你们有没有家具嘛？要逛逛，先逛下去，附魔区、铁砧区有啊，有规划啊，规划很好啊。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？其实你重点重点都摆在这些区域啊，你重点没有摆在原本东西。 你有官方商店呢、欸，你有签到，你有投入商店，为什么摆个家具？对不对？家具没有没有说很难呢、啊。好了，那我我跟讲啊，很重要哦，投入换成其他东西，我觉得比较好，真的比较好。看现在到底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投入你们真的有病哎、欸！我说你们玩家玩家真的有有点脑袋有点太 k 啊！你去你去看彩虹糖哦，呃。 换之黑域，好吧，幻换黑域。我们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边还有中介啊，干嘛的？玩家买卖四级，有啊，都有规划啊，对不對,对？那什么规划？大家都有规划啊，规划很好啊，有路，有漂浮字，什么都有。那那我终于终于可以要可以挑出重点了嘛？对，重点是没有一套的规划。你要想新来的玩家，五十二个玩家在线上。 为什么不像人家一样一百个人、两百个人在线上？为什么玩家沟通不够多啊？嗯，我今天不是因为因为你们被被人家点出一大堆东西呛啊，干嘛的？然后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很差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空岛真的没有做得很好啊？真的没有做得很好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做得很好？我跟你讲，我我是不是去做系列？ 做的任务系列真的比你们好太多了，不是自夸、啊，这种就是有新手任务，还有简简介跟你说要怎么弄火，跟弄石头，然后跟你跟你讲怎么怎么解开下个东西熔炼炉，什么是熔炼炉？生矿的，不要再挖石头产矿了，你放一个放一个方块，然后放燃料进去会自己生矿，自己挖，干，多好多简单，想 <laughs> 说那个东西是。 是我我大哥自己写的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拿出来追一下，<laughs> 就是不是啊？我重我重点不是在于说你们怎么样，但是你们至少一系列教学，可能还可以有剧情，对不对？剧情诶、欸，你，是不是空岛还有剧情，还有故事，还有自己设定？你逐梦物语，你可以说你是不是很棒啊， 你可以说，你设计是有一系列的想法、啊，可能他可以教学完之后跟你讲说，我们有故事，有剧情。看你要我写，我他妈一天天要写出来给你看，操！<laughs> 好，不再自夸，指出问题，指出问题，缺乏很多教学性的东西，规划完善，很完善的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你要去吸收玩家的一些想法。 可能需要新增一些东西。你用投颅，我觉得投颅不行啊。你用那些挑战系列呢？我觉得没有教学，有点不太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问题点到这里为止。那我们下一个就会到生存设计。生存设计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地方可以挑剔的部分，然后。 这个角色这这种，刚刚在大厅有看到啊，是 NPC 嘛，因为他没有玩家的切头。<coughs> 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嘛，回来看，其实这边还是蛮乱的。哦，我有点想吐，吃太多了。来看。 嗯 <coughs>。好，那你看这些东西，你有你就发现还是有差别。你就摆了一个形状出来，但是你没有把分类做好。为什么一直强调分类？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分类？因为分类会让玩家比较清晰的看清楚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。虽然说我有受到一点去当兵的有点影响，但是我原本本质就是这样讲。然后任务看板嘛，称号看板。 好、哦、像左边右边查看，为什么你不把东西都放在 menu 上面？为什么？你们听，我记得你们有这个完全手册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什么指令之类的？巴拉巴拉都有讲清楚啊。还是为什么不直接把称号那些放好？看，忘了抽很多东西但你们任务什么？你们也有任务了？ 那你们是不是至少应该做一些新的规划？我觉得从空岛就可以先点出问题，就到这集这集为止。你们其他地方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除了这个啦，这我觉得其实有点恐怖。如果你在麦块真的死掉的话，我觉得，<coughs> 对。干，你有家具啊？你看一下，干这种家具，哦天啊天啊！天啊 你放个桌子椅子不会死吧？哎，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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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真的有没有？还是我忘记什么？你有家具吧？对，对啊，你們都有这些东西，家具没有很难吧？看你看这些东西，你们放个家具也好啊。然后这个东西，这個、东西我看有点害怕。<laughs> 你们是哪个发的？ 然后从规则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都都有都有自己想法嘛？都有一些规划整顿了。你们就像是一个非常大型城镇，然后这里面都有东西。但是你们发现人团人人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少？为什么人那么少不坏！为什么空岛人比较多？因为我觉得你们那那次事情出出事之后，人都往空岛去流向。 那再来的话，看你们要不要注重空岛的方向嘛？我点出空，我主要是点出空岛方向，因为我们生存就这样啊。其实要讲规划，没有说很好，其实蛮凌乱的啦。老实讲，这些东西，把东西多来多去，有一大堆岛也没错了，但是其实在我眼中蛮混乱的，个人的感觉，因为还有一大投入什么的吧。 然后战斗场景，然后其他地方传送区都有，都有。但是我觉得一开始新手进来会蛮乱的，你至少规划一个新手进来的一个区域，让他慢慢去了解这服务器，做个介绍什么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